从你选择我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知道我要为你做的不一样，做的更多。我要你把心交给我，放心的让我带着你飞行，这是最重要的，也是从来没有改变的一件事。从你的装扮和表情，我看到你迫不及待的想要拥抱阳光。当你把行李箱交给我，我看到了你的目的地和期待。从你自信利落的装扮，我知道讲求效率的你将会谈成一笔生意。在机场甜蜜的拥抱，我知道这是你们一生难忘的蜜月旅行。那些累积的里程都成为有价值的回忆，也让我更了解你。不论你要去哪，只要是我能到的地方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我会为你准备好更精致、更方便、更贴心，只为了完成你的梦想。那就是我的使命。即使名列全球最年轻的机队之一，在全亚太最现代化的修护工厂，在你看不到我的时候，我还是很照顾自己。电脑的专业化管理之下，16万件以上的物料零件，50秒以内就会送到我眼前。有一流软硬体和上千人员的呵护，一天3班制的自我检查，严谨细心的检查我每一寸肌肤和零件。在你们踏上旅程之前，在等待转机的空档，在月亮也陪你们进入梦乡的时候，仔细的确认所有细节。我比你们更重视你们的安全，为了你，我从不懈怠。每一个亲切美丽的微笑背后，都经过严谨密集的训练，18般武艺，为了你而专业。或许你看不到我，或许我的话不多，但是我永远提早做准备。每一次的见面，我都放在心里珍惜。我提供的永远比你想象的还要多。我喜欢看到你们用餐时的期待和满足。我知道你总是记得选个小礼物送给心爱的人。我知道你总在随选随看的电影看到一半就睡歪了头。我知道你喜欢帮女朋友盖毯子时偷偷亲她的脸颊，更喜欢看到你们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。我喜欢你开心，喜欢让你安心，因为你给了我信心。50多年来，我从来没有忘记，从来没有停止继续向前的动力。我知道，唯有一个更好的自己，才能让你继续相信。我不只是你的飞机，我是你的航空公司，我是中华航空。